中国国会的地点吗？来个，这里来拜托咱的政府市长，讲是不是当接受我的访问？我家来个拜托。我讲欠伊爸爸有够多钱啦，我伫高雄县来做着伊当官的八当县长，伊正个八当县长十六当县长的竞选的总干事。咱的国师李鸿毅教授，打球都打。迄个时阵可能伊袂认识我，老外敢若有哪我缘投咧，都我咧猜啦。那李教授到底现场先拍破啊，来甲表示对台湾高雄县连续挂着要求的八档，啊，我二十四档的县长会当连任来，咱的国师真正出得出真切。顶天我作过着前总统副秘书长，当起嘛安尼是遐讲，我讲国师甲伊的公主爸仔囝拢读册人啊，无像我这些老师早过身，国校毕业，含人安尼国大甲议员啊，含人做啥时代？伊唔敢去开嘴讲邀请，也唔敢去讲收工，讲老家人读册人啊。我讲我来个访问，唔知好唔好？到尾啊，最近有接受我的访问，咱伫电台老听有拍波啊一个来。我讲若无气焰，过来我访问一个，咱伫全国十四个电台咧联播。各位，我后日搁要去甲总统面会，一十万也袂快，我心就酸啦。当地今仔日，民进党初选三位总统的参选人，伫遐发表着这个初选的证件了后，咱大家拢看得真清楚滴嘞，咱大家拢重要解滴嘞。当我伫高雄议员工作几啊届，伫这乡亲，大家都对心肝。伫三当前的生活，到三当后的生活，看差偌济啦。结果，伫这几年的自杀 ，NCC 口啊，要甲我调牌，讲叫我袂使报。我伊阿比总统，伫当时在即个时阵，自杀几个，逐天要报出来。火大起起也要落来，第一袂骗人的遐拢要报。阮三明区一个讲，迄、那个卖肉煮鸭安尼同款，逐天报啦，即摆袂使报，讲违反 NCC， 讲袂使讲自杀，爱讲轻生啊！我北京伊都大伊大袂准啦。你若别讲自杀，谁甲你警告？即摆袂使讲自杀的几个呢？结果我查比日本来发生海啸，加到这个福岛这个核灾，自杀的超过日本遐伤亡的遐性命啦。啊，一款政府说到留伫台湾有用阮，佮会当无当台湾甲咱操蛋吗？各位是谁甲伊落来？阿比总统。当时在甲现今这届立委的时阵竞选，我有人含伊咧走场，伊常常讲，加一些个立委委员话，加一些好话，那做了歹，我两当随时界皮阿某的落台是得下罪。结果咧，迄、那个拢是假的。连咧学生伊若讲马英九我爱你，安怎坐咧到底我高雄市的票，然后受了了啦？类似即款的你甲看，啊靠！遐外烟头咧，我即两天甲看，我甲你若叫头皮开烟头，我无偌济啦。迄面都拢流泪啊嘛，五官拢脱啊嘛，甚至老人官阁比我阁较济啦。我七十米落去啊，无甲你讲七十米落去头壳起开，头毛起开，无啦，我差不多尔尔。咱今仔日台湾要改变，原因就是咱的李伟要改赢快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各位。
去拍，来就是安尼，绝对咱就我都能处理现钱。高雄铁三民窟都吃，咱的李委员的主持，伊都在向我讲解，议员啊讲解。你八九万顶三民窟无半亿议员哦，民进党无半成呢。第两届前，阮四个连线，站咧当选四个。尾后我无当个新闻，第二选也搁着，即届八个，民进党挂我着五个啦，甲我破案的啦，拜托的啦。三民窟无半个，民进党个议员拼到八个，拼到五成，安怎家己手会解？我非常唔相信嘞。我嘛总甘愿呢，家己支持民主的选择呢。当时马祖活动在兴的时阵，我拢在来遮看到人讲，讲手插到咧讲呢。结果给人用，咱一些民主的议会，我当下拿电台拿请咧报国事，我就对你今年拍摄啊，你拢请袂记住我，请报阮爸爸。因为含我敢无交钱，因爸爸以前都我咧知啊，伊都用咧讲啊。因那个这个初选，新进的李伟的大选，是你爱拜托李经理出来选的咧，不是你在那拼初选的，是不是啊咧？是不是啊咧？志华，你高雄市咧选议员的时阵，我都。你了啊！我直直甲拜托，我讲我七十几岁啊啦，咱咧国事都有咧退休啊，无予我退休的机会。我甲因老爸讲，叫咧三民窟选，我做伊总干事啦，绝对会当选。因老爸讲唔通啊，讲伊三十岁年代不去当选议员，总个放胆小胆坚挺，以全国第二高票。南台湾中部以下第一高票，照常把当选的，你同我嘛来开用，吃开用看一下。向阳超咧选举的时阵，嘛是正人叫伊出来，正人叫伊选。二会发两个前座会，实在我生日过，我加阿比总统十岁哩。那不我两个老少配啦，口才一流的。你今仔日老听伊的节目的，你就知影。向阳，我做个百岁的主持呢，本来唔咩讲会惊咧，即摆主持较活，看活老人啦。拜托各位，蔡英文主席讲的，讲爱我新生代有机会，加栽培女精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我这里参加咱的高雄市的嘉义同乡会的社团，我必给你个推荐的李俊毅。我讲希望咱这嘉义的乡亲，那是来到我高雄，啊，就感到我的人生滴滴嘞。那会当得到嘉义车来到邮票，票定不必坚定。即我无当选袂使，一定爱甲初选不能互过关，就爱搁兼高票当选，是不是安尼啊？